HSK2 standard course textbook. There are 15 lessons in total, and each lesson has 4 texts and 1 exercise audio. 第一课。 9月去北京旅游最好。 Lesson 1. September is the best time to visit Beijing. 课文一， 在学校。 Text 1. In the school. 我要去北京旅游，你觉得什么时候去最好？ 9月去北京旅游最好。为什么？ 9月的北京天气不冷也不热。New words. 旅游觉得最为什么也 课文二 看照片 Text 2 Looking at a picture 你喜欢什么运动? 我最喜欢踢足球。下午我们一起去踢足球吧。好啊。New words 运动踢足球 一起 课文 3 在家里 Text 3 At home 我们要不要买几个新的椅子? 好啊,什么时候去买? 明天下午怎么样? 你明天几点能回来? 3点多 New words. 要新课文四在家里 Text 4 At home 桌子下面有个猫那是我的猫它叫花花它很漂亮是呀我觉得它的眼睛最漂亮 他多大了? 6个多月。New words 他眼睛 Proper noun 花花双音节词语的重音 Stress and dissyllabic words 一中重格式 1. Medium stressed plus stressed structure. 冰箱帮忙打扰高兴旅游可能开始考试 2. 重轻格式 2. Stressed plus light structure 东西窗户萝卜石头枕头你们告诉故事 第二课 我每天6点起床 Lesson 2 I get up at 6 every day 课文一 在运动场 Text 1 On the playground 你很少生病,是不是喜欢运动? 是啊,我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跑步 你每天几点起床? 我每天6点起床。New words 生病 美
早上跑步起床课文二在医院 Text 2 In the hospital 吃药了吗现在身体怎么样吃了现在好多了什么时候能出院医生说下个星期 New words 药身体出院出课文三在操场 Text 3 On the playground 大卫今年多大20多岁他多高1米8几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他是我同学New words 高米知道课文四在房间 Text 4 In the room 张老师星期六也不休息啊是啊他这几天很忙没有时间休息那会很累吧他每天回来都很累 New words 休息忙时间三音节词语的重音 Stress in trisyllabic words 一中轻重格式1. Medium stressed plus light plus stressed structure. 收音机新加坡好莱坞电视剧 2. 中重轻格式 2. Medium stressed plus stressed plus light structure. 胡萝卜没关系老狐狸毛孩子三重轻轻格式 3. Stressed plus light structure. 什么的怪不得姑娘家好着呢第三课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 Lesson 3 The red one on the left is mine 课文一在房间 Text 1In the room. 这块手表是你的吗？不是我的，是我爸爸的。多少钱买的？3000多块。New words. 手表。千。课文二，在家里。Text 2. At home. 这是今天早上的报纸吗？不是，是昨天的。你听，是不是送报纸的来了？我看一下。不是，是送牛奶的。New words. 报纸。送。一下。牛奶。课文三，在家里。Text 3, at home. 这是谁的房间？这是我和我丈夫的。
旁边那个小的房间是我女儿的。你女儿的房间真漂亮，都是粉色的。是啊，粉色是我女儿最喜欢的颜色。New words. 房间，丈夫，旁边，真，粉色，粉，颜色。课文四，在办公室。Text 4, in the office. 你看见我的杯子了吗？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给你。New words. 左边，红色，红。四音节词语的重音。Stress in quadrisyllabic words. 一，不含轻声音节的四音节词语。One, quadrisyllabic words without a neutral tone. 公共汽车，高速公路，名胜古迹，爱不释手。二，含轻声音节的四音节词语。Two, quadrisyllabic words with a neutral tone. 哆哆嗦嗦，晃晃悠悠，磨磨唧唧，噼里啪啦。第四课，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Lesson 4. He recommended me for this job. 课文一，在教室。Text 1. In the classroom. 生日快乐，这是送给你的。是什么？是一本书吗？对，这本书是我写的。太谢谢你了。New words.生日，快乐，给。课文二，在家里。Text 2, at home. 早上有你一个电话。电话是谁打的？不知道，是儿子接的。好，晚上我问一下儿子。New words. 接，晚上，问。课文三，在运动场。Text 3. On the playground. 你喜欢踢足球吗？非常喜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我11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已经踢了10年了。New words. 非常，开始，已经。课文四，在公司。Text 4. In the company.你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已经两年多了。我是2011年来的。你认识谢先生吗？认识。我们是大学同学。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New words. 长，两，帮，介绍。句子的语法重音。一，
Syntactic stress in a sentence. 1. 一谓语重读。1. Stressing the predicate. 我学习汉语。他哥哥是一名医生。王小姐买了几件衣服。二，补语重读。Two, stressing the compliment. 他们高兴地跳了起来。大卫打篮球打得非常好。今天的羊肉做得很好吃。第五课，就买这件吧。Lesson 5. Take this one. 课文一，在家里。Text 1. At home. 晚上我们去饭馆吃饭怎么样？我不想去外面吃，我想在家吃。那你准备做什么呢？就做你爱吃的鱼吧。New words. 外面，准备，就，鱼，吧。课文二，在商店。Text 2. In a store. 帮我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颜色还可以，就是有点大。这件小的怎么样？这件不错，就买这件吧。New words. 件，还，可以，不错。课文三，在教室。Text 3. In the classroom. 今天去不去打球？这两天有点累，不去打球了。你在做什么呢？是在想昨天的考试吗？是啊，我觉得听和说还可以，读和写不好，很多字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New words. 考试，意思。课文四，在公司。Text 4. In the company. 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吗？不喝了，我已经喝两杯了。是呀，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以后我少喝一点，每天喝一杯。New words. 咖啡，对，以后。句子的语法重音。二。Syntactic stress in a sentence. 2. 一，定语重读。1. Stressing the attributive modifier. 那是我妈妈做的中国菜。那个学校是李老师工作了很多年的地方。我最喜欢红色的衣服。2. 状语重读。2. Stressing the adverbial modifier. 你的杯子就在那儿。大卫的狗飞一样的跑了过去。我爸爸是医生，每天从早到晚忙工作。
第六课。你怎么不吃了？ Lesson 6. Why don't you eat more? 课文一。在学校。Text 1. In the school. 你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吗？他已经来了。你怎么知道他来了？我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New words. 门外自行车。课文二，在饭馆。Text 2. In a restaurant. 今天的羊肉很好吃，你怎么不吃了？这个星期天天都吃羊肉，不想吃了。那你还想吃什么？来一点面条吧。New words. 羊肉好吃。课文三，在健身房。Text 3. In the gym. 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因为昨天下雨，所以我们都没去。我去游泳了。你经常游泳吗？这个月我天天游泳。我现在70公斤了。New words.打篮球，因为，所以，游泳，经常，公斤。课文四，在办公室。Text 4. In the office. 这两天怎么没看见小张？他去北京了。去北京了？是去旅游吗？不是，听说是去看他姐姐。New word. 姐姐。句子的逻辑重音。Logical stress in a sentence. 谁在房间学习汉语呢？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他在哪儿学习汉语呢？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第七课。你家离公司远吗？ Lesson 7. Do you live far from your company? 课文一，在家里。 Text 1. At home. 大卫回来了吗？没有，他还在教室学习呢。已经9点多了，他怎么还在学习？明天有考试。他说今天要好好准备。New word. 教室。课文二，去机场的路上。Text 2. On the way to the airport. 你现在在哪儿呢？在去机场的路上。你已经到了吗？我下飞机了，你还有多长时间能到这儿？20分钟就到。New words. 机场，路。课文三，在健身房。Text 3. In the gym. 你家离公司远吗？很远，坐公共汽车要1个多小时呢。坐公共汽车太慢了，你怎么不开车？开车也不快，路上车太多了。New words.
离，公司，远，公共汽车，小时，慢，快。课文四，在路上。Text 4, on the way.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给你过生日。今天，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星期呢。下个星期我要去北京，今天过吧。好吧，离这儿不远有一个中国饭馆，走几分钟就到了。New words. 过，走，到。汉语的基本句调。Basic intonations of Chinese sentences. 一，他姓张。二，他姓张。三，他不喜欢喝啤酒。四，他不喜欢喝啤酒。第八课，让我想想再告诉你。Lesson 8. Let me think about it and I'll tell you later.课文一，在教室。Text 1, in the classroom. 我们下午去看电影好吗？今天下午我没有时间，明天下午再去吧。你想看什么电影？让我想想再告诉你。New words. 在，让，告诉。课文二，在宿舍。Text 2, in the dorm. 外边天气很好，我们出去运动运动吧。你等等我好吗？王老师让我给大卫打个电话。回来再打吧。找大卫有什么事情吗？听说大卫病了，我想找时间去看看他。New words. 等，找，事情。课文三，在宾馆的前台。Text 3, at the front desk of a hotel. 服务员，我房间的门打不开了。您住哪个房间？317。好的，我叫人去看看。New word. 服务。课文四，在商店。Text 4, in a store. 你看看这几件衣服怎么样？这件白的有点长，那件黑的有点贵。这件红的呢？这是今天新来的。让我再看看。New words. 白，黑，贵。陈述句的句调。Intonation of a declarative sentence. 一，我学习汉语。二，他是我的老师。三，外边天气很好。第九课，题太多，我没做完。Lesson 9. There were too many questions.
I didn't finish all of them. 课文一，打电话。Text 1. On the phone. 你好，请问张欢在吗？你打错了，我们这儿没有叫张欢的。对不起。New word. 错。课文二，在学校。Text 2. In the school. 您从几岁开始学习跳舞？我第一次跳舞是在七岁的时候。我女儿今年也七岁了。我希望她能跟您学跳舞，可以吗？没问题，非常欢迎。New words. 从跳舞，第一，希望，问题，欢迎。课文三，在家里。Text 3, at home. 你知道吗？大卫找到工作了。太好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从下个星期一开始。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希望他能喜欢。New word. 上班。课文四，在教室。Text 4. In the classroom. 昨天的考试怎么样？你都听懂了吗？听懂了。你都做完了没有？题太多，我没做完。New words. 懂，完，题。是非疑问句的句调。Intonation of a yes or no question. 一，你明天去学校吗？二，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吗？三，你都听懂了吗？第十课，别找了，手机在桌子上呢。Lesson 10. Stop looking for your cell phone. It's on the desk. 课文一，在家里。Text 1. At home. 不要看电视了，明天上午还有汉语课呢。看电视对学汉语有帮助。明天的课你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New words. 课，帮助。课文二，在医院。Text 2. In the hospital. 别看报纸了，医生说你要多休息。好，不看了。给我一杯茶吧。医生说吃药后两个小时不要喝茶。医生还说什么了？医生让你听我的。New word. 别。课文三，在家里。Text 3. At home.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呀？哥哥今天中午回来吃饭。我看看买什么了。羊肉、鸡蛋、面条、西瓜，真不少。妈妈呢？正在准备午饭呢。New words. 哥哥，鸡蛋，西瓜，正在。
课文四，在家里。Text 4, at home. 你在找什么？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白色的。别找了，手机在桌子上呢，电脑旁边。你看见我的衣服了吗？红色的那件。那件衣服我帮你洗了，在外边呢。New words. 手机，洗。特指问句的句调。Intonation of a specific question. 一，这是谁的笔？二，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三，你在找什么？第十一课，他比我大三岁。Lesson 11. He is 3 years older than me. 课文一，在歌厅。Text 1. In a karaoke bar. 王芳，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一个朋友。什么朋友？是不是男朋友？不是不是，我同学介绍的，昨天第一次见。New words. 唱歌，男。课文二，在宿舍。Text 2, in the dorm. 左边这个看报纸的女孩子是你姐姐吗？是，右边写字的那个人是我哥哥。你哥哥多大？25岁，他比我大3岁。New words. 女，孩子。右边，笔。课文三，在商店。Text 3, at a store. 今天的西瓜怎么卖？3.5元一斤。比昨天便宜。是，苹果也比昨天便宜一些。您来点吧。New word. 便宜。课文四，在学校。Text 4, in the school. 前边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汉语老师，你可能不认识他。是新来的汉语老师吗？是去年来的。他姓王，28岁。他比我们老师小2岁。New words. 说话，可能，去年，姓。正反问句的句调。Intonation.Of an affirmative, negative question. 一，明天你去不去银行？二，这件衣服你喜欢不喜欢？三，11点多了，你睡不睡觉？第十二课。你穿的太少了。Lesson 12. You wear too little. 课文一，在教室。Text 1. In the classroom. 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6点多。你比我早起1个小时。我睡得也早。我每天晚上10点就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
New word. 的。课文二，在朋友家。Text 2. At a friend's home. 再来点米饭吧，你吃的太少了。不少了，今天吃的很好，太谢谢你了。你做饭做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妻子比我做得好。New word. 妻子。课文三，在家门口。Text 3. At the door of the house. 下雪了，今天真冷。有零下十度吧。是啊，你穿的太少了，我们进房间吧。好吧。New words. 雪，零度，穿进。课文四，在家里。Text 4, at home. 你在忙什么呢？我弟弟让我帮他找个房子，现在他家离公司有点远。住得远真的很累。是啊，他也希望能住得近一点。New words. 弟弟，近。选择问句的句调。Intonation of an alternative question. 一，你喜欢吃米饭还是吃面条？二，你想今天去还是明天去？三，你去学校是开车还是坐车？第十三课，门开着呢。Lesson 13. The door is open. 课文一，在办公室。Text 1. In the office. 门开着呢，请进。请问，张先生在吗？他出去了，你下午再来吧。好的，谢谢。New word. 遮。课文二，在办公室。Text 2. In the office. 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我知道她的名字。她姓杨，叫杨笑笑。她姐姐是我同学。那个手里拿着铅笔的呢？我不认识。New words. 手，拿，铅笔。Proper noun. 杨笑笑。课文三，在运动场。Text 3. On the playground. 听说你有女朋友了，我认识她吗？就是我们班那个长着两个大眼睛，非常爱笑的女孩。她不是有男朋友吗？那个已经是她的前男友了。New words. 班，长，笑。课文四，在路上。Text 4. On the road. 请问，这儿离新京宾馆远吗？不远，走路20分钟就到。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吗？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到了前面的路口，再往右走。New words. 宾馆，
一直。往路口。祈使句的句调。Intonation of an imperative sentence. 一，让我们休息休息吧。二，快点下课吧。三，请坐吧。第十四课，你看过那个电影吗？Lesson 14. Have you seen that movie? 课文一，在教室。Text 1. In the classroom. 你看过那个电影没有？没看过，听说很有意思。那我们下个星期一起去看吧。可以，但是我女朋友也想去。New words.有意思，但是，课文二，在办公室。Text 2, in the office. 听说你去过中国，还想去吗？我虽然去过好几次，但是还想再去玩玩。那我们一起去吧。好啊。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New words. 虽然，次，玩儿，课文三，在房间。Text 3. In the room. 明天天气怎么样？虽然是晴天，但是很冷。那还能去跑步吗？可以，但是你自己去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New word. 请。课文四，在商店。Text 4, in a store. 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没有？买过一次。这儿的东西还可以，就是不便宜。我喜欢这件衣服，但是觉得有点贵。200块还可以，喜欢就买吧。New word. 摆。感叹句的句调。Intonation of an exclamatory sentence.一，今天天气真好啊。二，这个汉字真难写呀。三，这件衣服太漂亮了。第十五课，新年就要到了。Lesson 15. The New Year is coming. 课文一，在朋友家。Text 1. At a friend's home. 今天是12月20日，新年就要到了。新年你准备做什么？我想去北京旅游。北京很不错，我去过一次。你买票了吗？还没有呢，明天就去火车站买票。New words. 日，新年，票，火车站。课文二，在公司。Text 2. In the company. 时间过得真快，新的一年快要到了。是呀，谢谢大家这一年对我的帮助。希望我们的公司明年更好。New words. 大家，
更。课文三，在车站。Text 3, at the station. 你妹妹怎么还没来？都8:40了。我们再等她几分钟吧。都等她半个小时了。她来了，我听见她说话了。New word. 妹妹。课文四，在咖啡馆门口。Text 4. Outside a coffee house. 天阴了，我要回去了。好的，快要下雨了，你路上慢点儿。没关系，我坐公共汽车。好的，再见。New word. 阴。用爸和妈构成的疑问句的句调。Intonation of a question ending with 爸 or 妈。一，这本书是你的吧？这本书是你的吗？二，明天是星期二吧？明天是星期二吗？三，你买票了吧？你买票了吗？